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请你拿出讲义，叫做如何持定永生。那今天我们要看永生的问题，到底永生是什么呢？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或者是大部分的人，他都是从约翰福音3:16来开始认识基督教或者是基督信仰的。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教会，如果基督教会有一个提出来的经文，是所有的人都说啊，这个经文能够代表我们基督信仰，就是约翰福音3:16。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背，那有一些人你听过了，你耳熟能详啊，我们来念一遍好吧？约翰福音3:16，你不必翻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有一个永生，到底什么是永生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永生呢？为什么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经文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永生是什么意思呢？永生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永远的生命照字面的意思来看，就是不会死的生命。既然是永远的生命，它就是不会死的生命。可是问题是，凡是活在地上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特性，那个特性就是会死，就是会死。虫会死，鸟会死。最近很多人买了某种狗的食品之后，你就发觉狗有时候吃了某些东西也会死，也会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也会因为意外、疾病或老化而死亡。所以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呢？那么人永远的生命显然是不能够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肉身的生命都会死，所以永远的生命指的不是肉身的生命而言，这个很清楚。因为如果指的是肉身的生命，然后说我们拥有永远的生命，那么圣经这个最重要的经节就不成立了。如果这个最重要的经文就不成立了，那整个基督信仰都不成立了。所以显然他讲的不是这个肉身永远的生命。那么永远的生命不是指着肉身的生命，那么我们一想就知道了，那么永远的生命就应该是指着灵魂的生命，是不是呢？那灵魂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不是指的人灵魂永远不会消灭呢？也不是，也不是。为什么也不是呢？因为圣经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地狱里那个虫是不死的，那个火是不灭的。在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如果是只有得着永远的生命的人，灵魂才会不消灭，没有永远生命的人灵魂是会消灭的。那么地狱里面的火为什么是不灭的，虫为什么是不死的呢？对不对？听得懂我简单的逻辑吗？我在我们教会才可以讲这么难的道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不喜欢在外面讲道的缘故，就是讲太难他们听不懂，在我们这边你们总听得懂的，你们总听得懂的。如果永远的生命指的是永远灵魂永远不灭，那么在地狱里面怎么办呢？那里虫是不死的，那里火是不灭的。如果得永远的生命的人灵魂才不灭，那么在地狱里面的灵魂应该要灭掉啊。可是从圣经证明地狱里面的灵魂也是不灭的，所以永远的生命也不是指的灵魂不会消灭这件事情。如果人的灵魂在地狱里面会消灭，就不必有不死的虫不灭的火了。可见圣经上来看，人的灵魂总是不消灭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灵魂是不会消灭的，不论这个灵魂是永生或者灭亡。刚才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是指的永远的生命，永生指的永远的生命也不是指肉身的永远不会死亡，也不是指的灵魂永远不会灭亡。那么讲了半天永生是什么呢？永生跟灭亡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你要拿笔出来写。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与神同在，请你写下来。
永生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的情形我们称之为永生。这样说来，请注意听，永生是一种状态，永生不只是一个时间的延续而已。永生是一个状态，永生不只是一个时间的延续而已。事实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灭亡也是一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个没有神的状态，它也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有神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没有神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一个叫做永生，一个叫做灭亡。这样清楚吗？这样清楚吗？所以永生并不是指的肉身或者灵魂永远不灭亡，因为肉身一定会灭亡的，灵魂却永不消失。永生是指永远与神同在，灭亡是指永远不与神同在。现在我们回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非常清楚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的意思是一切接受上帝所赐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就不会活在一个没有神同在的状态。他是一直的活在与神同在的情形之中。相反的，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没有得着耶稣，他就一直活在没有神同在的状态里面。弟兄姐妹，这样看来，在一个人身上，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呢？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就开始了。不是人的肉身死亡，灵魂脱离肉体之后到神那里才开始，不是。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凡他说叫一切什么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所以那个立即的，你一信他你就不至灭亡，你就反得永生。我们再说，灭亡就是没有与神同在，永生就是与神同在。所以信他的就不至没有神的同在，反得与神同在。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接受相信神的独生子的时候，不是时候才开始的，我们就开始进到了永生里面。什么是永生？我们在说，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得到永生的生命了，他就立即得到了，他在今生他在信的时候，他就开始与神同在了。所以与神同在是一个好事，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以为说与神同在那就是我死了，没有，与神同在是现在，现在我们就与神同在。那因为我们得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另外角度来讲，当一个人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只要他的肉身活着，请注意听啊，他就一直有机会得永生，对不对？不难嘛，你们不要反应很慢的样子。我发觉哈，我讲的越慢，你们反应越慢。我再讲一遍哈，一个人在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只要他肉身活着，他都一直有机会得到永生，对不对？对嘛，对嘛，一直有机会得到永生，他都一直有机会与神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状况，只要他心里说我要得着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他立刻就得着什么？永生。永生就是与神同在，你看多清楚啊！在教会讲到就是这么开心的事情。只要我心里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就是我的救主，我要让耶稣成为我的救赎，他就可以立刻得到永生，他就可以享受神同在的状态。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再来一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清楚不清楚？清楚不清楚？我前不久在华神上一个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说现在的传道人只会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心里想，会讲三章十六节的不太多哎。你听得懂吗？三章十六节没有那么简单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个很深的经文，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永生不太了解。我昨天在这边参加了我们教会案例长老的礼拜之后，我就很跟新长老很抱歉，我就说我马上要走。他就说什么事？我约了一个人，我要去给他施洗，我要去给他施洗。
她是一个癌症折磨许多许多年的姐妹，折磨许多年的姐妹，她信主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受洗，一直没有受洗。所以前不久，两个礼拜前，我就去看她，我就跟她，她的妹妹要求我去看她的姐姐。我看她姐姐的时候，我没有跟她提要受洗的事情，因为她病得那么严重，我就跟她聊聊她的病况。后来她主动跟我说，她说李长老，她说我还没有受洗。我就看着她，我说为什么呢？我没有跟她说你要受洗，我想知道原因。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我觉得我不够好到可以受洗。他说我觉得不够好到可以受洗。我说我不知道要好到怎么样才可以受洗。我就问他，你心里觉得你要好到怎么样的状况还可以受洗呢？他说我还没有奉献，我还没有十一奉献。他说我也没有向别人去传福音。他说我没有做很多的事情。他说我想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还没有要受洗。他说不过我现在病得非常的严重，他说我担心，所以我想你可不可以替我施洗。第一，我非常乐意帮他施洗，我当场就可以替他施洗，可是我觉得我需要让他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更何况他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他觉得他要好到一个地步他才可以受洗，他觉得现在受洗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不一定有机会受洗了。第二个观念是因为他觉得不得不受洗，因为他觉得不一定有机会了，那意思就是说假如他还有机会他就还要再拖下去。这是个错误的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受洗只是一个表明，受洗只是个见证，受洗只是一个宣告，受洗只是一个他对外说，他说我承认我是神的儿女，我承认我接受耶稣基督了，我承认我需要耶稣基督，我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我是一个有罪的，我需要耶稣基督。他已经相信了，相信的人就可以受洗，因为受洗只是个外在的表征。他说所以他还不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不是个基督徒，因为我还没有受洗。不，这边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受洗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是什么？信他的。所以反得永生，永生这件事情跟我们个人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整个的基督教，我们用基督教，或者我们跟另外一个叫做天主教分出来的那个名称的原因，因为整个的重心在谁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与神同在的那个关键，他就是那条道路，因着这条道路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领会的弟兄也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的播饼是很特别的，因为今天是受难周的开始。受难周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周，也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在历史上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早上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了他在人生当中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在地上他进去的时候是非常的荣耀的，可是到了礼拜四的晚上，他就刚才我们播饼是礼拜四的晚上，礼拜四的晚上播完饼，他们到橄榄山去。到橄榄山做什么呢？进到客西马尼园去。他在客西马尼园那边祷告，祷告完了出来就被抓，耶稣就被抓，抓了以后就连续晚上审三次，大祭司的审问不算，审三次，一次比拉多审问，另外一次是谁？你们有去看电影对不对？希律又审一次对不对？后来希律说我才不要管这个事情呢，又丢回去给比拉多，比拉多又在怎么样？再审一次，一共三审，也符合我们现在民主潮流对不对？三审，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审确定，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以后第三天礼拜五早上钉十字架，第三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下一个主日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拯救我们脱离不与神同在的状态，而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光景。这样很清楚吗？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很清楚这一个，因为你这样才知道你什么叫做永生。永生不是肉身永远活着，永生也不是说我们灵魂不灭，永生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如果永生是与神同在，不是死后才开始的，而是今生就可以得着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今生就可以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对不对？
对不对？如果与神同在是指将来的话，那没有关系，这一辈子随便过，反正票已经拿到了，对不对？我信耶稣，票拿到了，所以等到死的那天开始会进入永生的。不对不对，与神同在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就应该享受与神同在的生活，在今生享受到与神同在的喜乐。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不能够在今生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呢？我讲的不是理论啊，理论上你只要相信了你就得着了，对不对？你就与神同在了。我讲到的是实际上与神同在，不是你知道与神同在，而是你能够感受到、经历到与神同在。请问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你是大学生，你不一定过大学生活，你知道吗？你是有钱人，你不一定过有钱人的生活。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一定过与神同在的生活，是一样的。你知道有些有钱人活得好像穷人一样，有没有？我们在台湾是很民主，可是我们好像很不民主，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享受在民主的里面。你拥有的你没有享受，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呢？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请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6:1-12，我们很快的念过去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1-12，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那请你们要大声念了，不要小声念，好不好？你知道做讲员最辛苦的就是我每次叫你们念，你们都不肯念，我都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痛苦吗？来，马太福音16:1，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个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的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OK， 这是一段经文，是耶稣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还有跟门徒的彼此的关系。准确的说，前面的四节，你看经文，前面的四节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耶稣的对话。那这个对话显然门徒应该在场。以后耶稣离开他们去了，他们就坐船到别的地方去。在那一段5-12里面，是耶稣对门徒的机会教育。因为有一个机会，就赶快教育他们。因为刚刚与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讲过话，耶稣怕他的门徒受到了影响，所以特别给他们提醒。没有想到这一群门徒竟然没有讲抓到耶稣讲话的重点。会不会这种状况？有时候我们听别人讲话抓不到重点的，对不对？当然讲的人自己要小心，你是不是让别人明白你的重点？可是有的人听的时候他听不清楚的，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我们要从这件事情来看看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如何过一个笃定有永生的生活。第一件事情，请我们看讲义的第一题。第一个，如何持定永生呢？第一，有了约拿的神迹才会产生永恒的生命，请你写下来。生命，有了约拿的神迹才会产生永恒的生命。在耶稣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非常看重神迹，对不对？他们来找耶稣就是为了神迹嘛，他们期望耶稣用神迹来证明他的身份，甚至他们想试探耶稣，希望他多做一点神迹。但是请问耶稣有没有那么看重神迹？有没有？耶稣显然没有那么看重神迹啊，他拿什么东西跟神迹拿来相提并论啊？啊？天气预测，你听得懂吗？
他拿天气预测来跟神迹比拟，弟兄姐妹，的确神迹有它非常大的重要性，但我们今天太看重神迹了，好像只有神迹最重要一样。不，其实神迹应该天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应该天天可以经历神迹，因为神迹就是神行事的轨迹，神行事的轨迹，神天天在行事的，神在大自然当中施行神迹。请问宇宙的存在是不是一个神迹？我上次在这边讲一次宇宙的存在，我只讲说地球跟全世界宇宙的相对比，你就知道那个绝对是个神迹。太阳系的运行是不是个神迹啊？刚刚好就这样子可以运行，你去问那些天文学家，他会告诉你，他们只能发现这个事实，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是神迹，因为这是神迹。地球的四季是神迹，是神迹。神不仅在自然当中他行事，神行事在人的心理当中。请问忧伤的人得安慰是不是神迹？如果你没有忧伤过，你不知道神的安慰有多大。如果你曾经忧伤过又被神医治过安慰过，你就知道那才是神迹。请问软弱的人得刚强是不是神迹？骄傲的人变谦卑是不是神迹？这是最大的神迹。骄傲的人竟然可以变谦卑，我们还需要看更大的神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行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祷告神垂听是不是神迹？当然是嘛，因为我们祷告他垂听他成就，这怎么不是神迹呢？神行事的轨迹，我们在危难当中神拯救我们是不是神迹？只要我们留心，我们天天有神迹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神，神又活着，他天天工作，到处都是神迹嘛，到处都是神迹，对不对？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神迹呢？所以耶稣在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要他行神迹的时候，他说这些天气的预测你们这么熟悉，你们难道不知道神迹是天天发生在你们周围吗？可是耶稣接下去讲的另外问题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忽略的。而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我们喜欢神迹，而且我们喜欢看神迹，我们喜欢看参与神迹。而我们跟他们最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期望见到的神迹都不是最重要的神迹，都不是最重要的神迹。我们喜欢看见奇事的神迹，而忽略掉重要的神迹。我再讲一遍，我们喜欢看奇事的神迹，却忽略掉重要的神迹。请注意听，请问一个医生不能医治的病，神把它治好了的神迹，跟一个忧伤破碎的心，神让他得安慰，哪一个神迹比较大？你自己想想看，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请问神让一个经济上有难处的人收到一笔很大的奉献解决他的难处，跟神没有感动任何人去奉献，可是这一个人却能够在经济的困难当中天天喜乐，请问哪一个神迹比较大？请问一个人在神医医病之后他哈利路亚感谢主，跟一个人长久在祷告当中他没有被医治却仍然不灰心，哪一个神迹比较大？我跟你讲，这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你要知道我刚才讲的那三件事的后面都比前面大，神迹，可是那是有原因的，那是要需要讲解的，我们现在不讲解那个东西。可是我们喜欢看到前面的神迹，我们喜欢看到病马上得医治，我们喜欢看到有人奉献给一个穷人他马上变好，我们希望有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他病马上好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喜欢看奇事的神迹，我们却不能分辨什么是重要的神迹。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说呢？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一起来读，预备，请。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因为你们看神迹都看偏了，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一个大神迹是你们一定要看的，就是约拿的神迹。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只有一个神迹是每一个人都要看到的，只有一个神迹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只有一个神迹是每一个人都要享受到的神迹。这个神迹是最重要的神迹，这个神迹跟每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请问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呢？不仅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并不明白，门徒当下听得一愣一愣的，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啊？他们曾经知道他们以前有个先知叫做约拿，后来被吞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在里面，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一直到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才了解，那就是最大的神迹，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件神迹才是值得被提出来的神迹，这一件神迹才是最大的神迹，这一件神迹是影响最广的神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应当看到，当时他们很多人看到了，耶稣的门徒应该了解。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知道的神迹只有这一个神迹，因为这一个神迹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我们今天应该看到，那也是我们永生的根源。所以我们说，有了约拿的神迹，我们今天的题目第一个答案，有了约拿的神迹才会产生什么？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有了约拿的神迹才会产生永恒的生命。我们再说，永生就是与神同在，因为有了约拿的神迹，所以我们就能够与神同在。但是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今生常常享受到神同在的美好呢？已经有了约拿的神迹，因为约拿的神迹已经存在，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拯救的神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到，而且经历到，而且是常常享受到神同在的美好呢？我们请看第五节到十二节，刚才我们念过了，对不对？从这一段我们要分享两件事情。第一，有了永恒的生命，还要具备正确的思想，请你写下来，思想，有了永恒的生命，还要具备正确的思想。那一天，门徒和耶稣坐船，上船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圣经上说，门徒以为他们忘了带饼，耶稣就跟他们提醒这件事情。其实，耶稣是让他们小心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什么教训，要他们不要受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影响。耶稣在这边是要提醒门徒什么的重要？什么的重要？思想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思想的重要。一个生命不对的人，他思想不容易对；一个生命一直在黑暗中的人，他的思想常常落在黑暗的里面，这个很正常。一个人过去怎么样被别人对待，这个被别人对待在他生命里面产生的影响，会往后的一直在他的思想里面出现，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有些孩子哈，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孩子，这种很有自信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通常是一直被肯定出来的，所以这种思想就进去了。一种孩子如果他常常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是被压抑的，这个思想一直在他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有了永恒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从错误里面出来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软弱罪恶里面出来的，我们都是在黑暗里面出来的，所以有了永恒的生命之后，我们还要调整到正确的思想。耶稣在这边让他们知道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的生命不对，所以他们来找耶稣说他们要的东西跟耶稣给他们东西不一样。不仅如此，门徒也是这样，耶稣在讲东，他们想到西，请问是什么的问题？思想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耶稣讲东，他们想西，是因为思想的问题。你看，这群门徒已经天天跟耶稣在一起了，也还需要耶稣常常提醒他们要有正确的思想。我们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你还要注意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门徒那天看中什么呢？看中吃的，看中喝的。为什么这么看中吃的喝的呢？因为他们肚子饿了，对不对？这个多真实啊，肚子饿了当然想着吃的，想着喝的。肚子饿了看到不是吃的都想到吃的，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状况是他们反映出他们的状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有哪些思想跑进我们里面呢？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天天接触的。你注意一下，注意你自己，你只要一段时间你一直接触某一个主题，你们就会思想，我们就会思想那个内容，我们就会一直受到那个事件的影响，是不是这样？过去这几个月来，因为面临总统大选，所以台湾几乎人人都是政论家。你有没有发现批评时政都是一流的？我们都发现所有的当政为官在野党的领袖们通通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我们都是政论家，我们都是刑事专家，我们都是弹道专家。我们发现我们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这些事情，可是这些是真的这么重要吗？我没有说不重要，我要问，真的这么重要吗？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有这些事吗？为了总统选举，我们需要全国老百姓用半年的时间天天思想跟讨论吗？我在说，我没有说不重要，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我们需要这样吗？我认为谁当总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会不会被这个主题所引申出来太多的枝节？我再讲一遍，被这一个主题所引申出来太多的知觉，乱了我们应该有的思想，应该有的表现，应该有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如果我们多接触什么，我们就多思想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多接触什么，我们就多思想什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没有办法的事情。为什么有人会成为美食主义者呢？因为他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吃，他又想吃，他又想吃好吃的，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接触吃的，在思想吃的。为什么有人会赚大钱呢？因为他想赚钱，所以他就会去赚钱。为什么有人变成宣教士呢？因为他一直在想到要让更多人接受主，他就变成宣教士了。所以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就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怎么样，我们那个人就变成怎么样。有一位弟兄有一次来告诉我，他说我非常后悔教我儿子一些东西。我就心想说，教儿子东西不是很好的事吗？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衣服一穿，他儿子啊，衣服他才儿子才十多岁啊，当时衣服，而且我如果记得不错，他跟我讲说他儿子在小学六年级，他衣服一穿就知道这个料子好不好？你听得懂吗？衣服一穿就知道这个料子好不好？菜端上来，他就知道这一个东西要配什么酱料，他一吃就说这家小笼包没有另外一家小笼包好。这些都是我不会的，我真是蛮佩服他。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也蛮好的、啊、我说那蛮好的、啊、这没什么不好，这也是一技之长嘛，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你要知道有些人摸不出布料，你知道吗？有的人专门会品酒，有没有？你知道有些人会品酒却不喝酒的，因为他有专门的知识嘛，他有专门的技术嘛，他一喝酒就会醉，可是他品酒没有问题，他会品出哪一个比哪一个高，哪一个里面有什么香料，哪一个里面有什么香味。我觉得他说蛮好的，他说不是，他跟我讲，他说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穷，他自己，他说我看到别人穿好衣服我就羡慕，我看到别人吃好吃的我就羡慕，所以我就立定心志，将来我一定要有钱，而且让我的儿子吃最好的，花最好的，用最好的，穿最好的。结果他就这样教他，他每一次跟他儿子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吃，那个东西要怎么吃。他一吃他先评论嘛，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他跟儿子说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为什么好吃不好吃，他跟他讲啊。你知道食物放在嘴巴里面应该怎么吃，每一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囫囵吞枣嘛，因为他没有思想过，他没有做过，他就跟他儿子讲。后来他跟我说他后悔了，因为他说他的儿子脑子里面想的就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他后悔了，因为他教他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他的门徒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是要他们防备他们的教训，就是不要让不对的思想进到他们里面去。可是他们却担心他们不应该担心的，他们只想到吃的，他们只想到食物。我们感谢主的事情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看啊、哦，虽然耶稣要他们留意他们的心思，留意他们的思想，却也不是完全不理会他们的吃喝嘛，对不对？一直在这边说你们的吃喝我早就照顾啦。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在意的，
其实天父已经把那部分都做了，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地方。耶稣已经离开了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他们还停在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耶稣说，刚才读过圣经了，他说我照顾过你们的生活，哎，我曾经用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我曾经用七条小鱼让四千人吃饱。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我们周遭的事，我们觉得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会常常去想，我建议你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事神是不是已经纪念了，神是不是已经纪念了，神是不是已经替你想到了，神是不是已经替我们做了那一件事情。事实上耶稣早就说过了，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什么知道的，他知道的。你知道我们有些人做起事情来好像我们下一顿会饿死一样，我们有些人想起需要钱来好像你明天已经没有钱可以用了，有些人拼起命来好像他如果今天再不这么工作他的儿子就要饿死了。我的意思没有说叫你不要这样做，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我只说有没有哪些事情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其实取代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到底要思想什么呢？到底是我们什么是我们思想的重点呢？有一位奥秘派的弟兄劳伦斯，他提到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讲神的同在吗？我们今天重点是讲神的同在，如何持定永生，就是如何在今生享受神的同在嘛，对不对？他说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得不断地和神交通，离开与神的交通而思念琐碎的小事其实非常愚昧。这个话哈，我是不敢讲了，你们说我在骂你，不是，这是别人讲的，我也觉得他在骂我。他说离开与神交通而思念琐碎的小事其实非常愚昧。如果我们奉献 给神，我们也得着神做我们生命的喂养和滋补，我们就要得到大喜的。我们应该启发一个活的信心，小信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我们应当以信心作为行为的规律。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思想都没有必要，他所强调的是最要紧的是不断和神交通。所以如果你问我说什么思想重要呢，我告诉你，你可以想很多的事情，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常常有机会跟神说，神啊，你看这件事情这样如何，主啊，我这样做决定好吗，我这样的表现对吗，我是这个时间是这样做还那样做，不是自己对自己说话，乃是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交通，让神的意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思想是环绕在神的美善、神的真实跟神的恩典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更深的思想到神，你只有去跟神交通，而不是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请问在地上我们所知道最强的光是什么光？在地上我们看到最强的光其实是太阳光，你知道吗？现在太阳不够亮是因为被乌云挡住了，对不对？如果太阳真正在发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看它的，已经离了这么远了，我们的眼睛不能直视太阳的，因为太亮了。如果你要光，为什么不寻找太阳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许多的光的寻找呢？只要有太阳我们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天必须，我说必须，分别一段的时间出来读神的话，出来祷告，让神的美善，让神的正确和让神的慈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是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一周是受难周， 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多用一点时间单单思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单单思想为我们所做的事。你知道在西方很多基督教的长远影响的国家，在这一周他们是休假的，他们放假，他们不做任何的事情的，他们把这份空出来呢，不是他们去旅游，后来变成旅游，可是起初用意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在北欧这个时候全部进到假期里面去，假期是让他们更深的思想，因为你在工作里面你不得不工作啊，假期是让你更深的思想。当然我觉得我们用错了，
用错了，我们拿去玩。可是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里面，你特别花时间思想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思想，你可以读圣经，或者你可以用这一本书。这一本书，这一本书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们花时间去寻找，非常简单而精要的把耶稣在这八天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做了非常简单的介绍，是很容易读的书，是很容易读的，你一读就读过去了。我已经读过了，我已经读过了，你们读之前我已经读过了，里面有八章，一天读一章，平均一章大概十五页，以我的速度看哈，十五页哈大概十几分钟，那你们不会比我慢到哪里去的，十几分钟非常快。看完了之后，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做一个祷告，一天不超过半个小时，你在受难周里面每天可以花半个小时来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事情。我在说教会做这种事情都是服务，我们一毛钱没赚，我们只希望提供，我们一年都提供好几本书让你选择，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到楼上去，我们不代理这个东西，我们请书房过来服务我们，如果你需要你就可以看。我也建议弟兄姐妹在这一周当中好不好，请你选一顿饭进食，选一顿饭进食。耶稣为你我的罪被挂在十架上面，他连水都没有喝，他从晚上被抓到挂在十字架上到断气，中间二十个小时左右，他连水都没有喝。他说我渴了，他连水都没有喝。我们盼望用这样子的祷告来体会一点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盼望下一周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欢乐的节庆。那一天我们要到国光厅去，那天不在这里没有聚会啊，你跑来你会扑空的啊。我们通通跑到国光厅去。如果你不知道位置在哪里，你到外面去，外面有地图，或者你上网直接点选可以 download 那个地图，可以直接去找到那个地方。我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去过国光厅了啦，都很熟悉了啦，所以你可以去听那里跟我们一起做欢乐的时间。可是这一周当中，我盼望你多花一点点思想，用一周的时间特别来思念耶稣。如果你愿意空出礼拜三的晚上，礼拜三的晚上全教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祷告会，你也可以来参加，你可以来参加。所以一个人在地上怎么样享受永生的生活呢？第一个，你必须要享有约拿的神迹，因为你有约拿的神迹才产生永恒的生命。第二，有了永恒的生命你还不够，你要具备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第三，有了正确的思想，你就能够享有笃定的生活。请你写下来，享有笃定的生活。我讲四个例子。其实一个人不会被别人有钱而我为什么比他少那么多而困扰，如果他知道神是万有的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又是那位天天顾念我们的神，他不会被别人有钱而我为何比他少那么多而困扰。当我们有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多用一点，我们就多奉献一点。当我们少有一点的时候，有衣有食也可以知足。那么你正在地上过一个与神同在的永生生活。第二，其实一个人不会因为别人升迁而我没有升迁而困扰，如果他凡事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又相信神是公平的主，神总在适当的时机彰显他的全能跟决定，他就不会被升不升迁而困扰。如果我升迁了，我就应该服务更多的人；如果我没有升迁了，我应当一本初衷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么你正在地上过一个与神同在的永生生活。其实一个人不会因为突然的意外或生病或久病不愈而困扰，如果他平时就懂得保养顾惜，他如果平时就不做不该做的事情，而且相信凡事神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不在神的了解计划
和预知的里面。身体好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多服侍主，我们可以多服侍人。如果身体不好，我们祷告，我们就医，并且安心养病，随遇而安，那么你正在过一个与神同在在地上的永生的生活。其实一个人不会因为家人的遭遇或者孩子的不顺利而困扰，如果他平时就与家人有正常的相处，他该孝顺他就孝顺，他该花时间他都尽量做到了，而且认定神在我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总会为我们开出路。如果你是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家人的遭遇或孩子的不顺利而困扰，我们就能够安于现状，并且我们可以祈求神为我们改变现状。如果你是这样，那么你正在地上过一个与神同在的永生生活。很多人以为与神同在的永生生活是多么的奇怪，多么的奇妙，多么的戏剧性。我告诉你，与神同在的永生生活是非常的平凡的，是非常的平凡的，是非常的享受的，是非常的平定的，是大风大雨来你都不会摇动的。升迁感谢主，不升迁感谢主，睡得着感谢主，睡不着感谢主，身体好感谢主，身体不好感谢主，这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取代了我们的生命。你看耶稣基督碰到大风大浪的反应也是这样，没什么事情他反应也是这样。这叫做在地上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弟兄姐妹，永生与神同在是需要我们去维持的，需要我们去维持的。这并不表示神会离开我们，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但是很多时候他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感受，我们也无法享受。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已经有永生并且享受永生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今天所讲的你已经得到了永生，请你为你有正确的思想祷告。如果你已经有开始学习正确的思想，请你为你现在有笃定的永生生活感谢。如果你还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巴不得你现在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求主让你得着永恒的生命。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巴不得今天我们一起的聚集。主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奉献都达到你的面前。我更求你让我们既不像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也不像门徒当时那么不清楚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经历了约拿的神迹，得到永恒的生命。求你让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还在意，还具备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求你让我们在正确思想之后，非常平静，非常笃定过我们在地上永生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